Next,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the cinnabar carving master,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殷秀云女士，请上台发言。 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上午好。非常高兴能够接受加拿大文化，文物与艺术基金研究会，对我们的邀请，使我们能够从北京中国的北京首都来到这里。因为这次的这个聚会，名称为重聚传承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。 一个提法，因为经过我是从第一届应该参加了前面三届，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疫情，所以使它到现在来举办第四届，所以我是见证了咱们这个艺术节的成长和它越来越办得越好，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，因为这样的聚会可以使所有的到场的艺术家。 可以互相学习，可以能够激发我们未来的艺术的这个发展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所以我呢，祝贺我们的艺术节越办越好，成功，所以谢谢，感谢大家。